接下来请收看经典佛曲。Thank you.
护持台湾燃灯功德会，邮政划拨，户名社团法人台湾燃灯功德会，划拨账号50323858，50323858，银行账号，银行代号土地银行005，账号012-001-202-608，012-001-202-608。有关弘扬佛教教义及活动相关之供养僧众、供斋、点灯、慈悲施食、药供烟供。
认识中华国际失实协会。有鉴于现今各种天灾人祸层出不穷，众生身心受着许多内外的压力与伤害，为此慈悲置业成立中华国际失实协会，推广大乘佛教上供下施之慈悲法门，体认世尊施设此法之慈悲本怀。如此不仅能分担如来家业，布施者亦得福，实为名扬两利之善行。修施食与烟供法是增加福报的最快方法，不仅布施六道众生，可以增长布施者福禄寿财，生生世世福寿长，善根具足。也因为布施鬼道众生与众生结善缘，则能免除一切有形无形障碍，能对我们世间的生活需求事业有所注意。国际万场烟供自1004年4月11日起至2011年4月23日中午止，海内外共30万3025场。布施蚂蚁小鱼自2005年5月21日起至2011年4月23日止，海内外共12311次。随是随顺，喜是欢喜，随喜是他人有福有德，不论是谁，不论多少，不论大小，虽然不是自己所做，也能感同身受，心生欢喜，并且跟进学习。随喜也是一种修行法门，特别是用来对治自己的嫉妒心。在《大波涅槃经》中说，于诸众生心生欢喜，是名大喜。因为嫉妒是一般人常见的通病，无上医王佛陀便开立了药方随喜，对于一切众生的善业成就心生欢喜，才是最大的喜乐。除了是恶法的对治力之外，随喜也是身与意的善业。例如看到放生的活动，为了动物免遭亡捕吞杀恶难，也为了放生人等积聚无边圣福而心生欢喜，是意的善业。若是口中称赞，增加放生人的信心，邀集更多人一起参与放生，则是语的善业。如果身体力行实践放生，即为身的善业。因此圆满的随喜不但能增上他人的善业，制止自己的恶业，同时也能积聚自己的福德资粮，广结无边的善缘。